我省吃俭用给你买的钢笔，你拿去换了一张电影票，你考试考了几分？天天看电视，空，大闹天空，让什么？空旷世的一干二净。你们要捉拿妖猴见我孙子。钢笔还你，你后悔了，把票给我，我要去看张成功。你想去就去，你知道去城里多远不？有一条近路你不记得了，从后山翻过去，再过两座山，就一条路，到太远了，你知道了。山水王吃了你，他鬼哦，那只有金箍棒、是水烟筒，还有刀。那些动画片电视里也能放，为啥非要去城里看？破电视和收音机差不多。你知道去城里要多久吗？坐拖拉机都得一天时间，你咋去？吓唬呢？一会儿找小五把钢笔换回来，听见没？别让你爸生气。
之星，出师任经典，相信剧目中不凡大闹天宫正在热映。哎呀，这都几十年前的电影票了，你是从哪儿找的？这现在肯定不能用了。儿子。